红旗 H9 为了方便固定驾乘人的座椅调节，设置了座椅记忆功能。首先，根据您的驾乘习惯调整好座椅、方向盘、外后视镜位置，之后长按任意记忆键三秒以上，听到仪表提示音后松开按键，位置信息就被记忆到该按键当中。当您再次乘坐，即可一键完成调节。